曾两度结婚的前警察总长丹斯里穆沙哈山已迎娶一名华裔娇妻 Christina Lynn， 并在昨晚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雪兰莪苏丹王帝东姑苏莱曼沙受邀成为两人婚礼的证婚人，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玉干也受邀出席该婚礼。穆沙哈山今年三月申请离婚，如今这是他第三次结婚，与华裔女子 Christina Lynn 携手步入婚礼殿堂。可喜可贺，恭喜恭喜。